2018年11月2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驱逐出境。谢伦伯格不服，提出上诉。12月2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组成合议庭对此案公开开庭审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凯姆、史蒂芬与周先生均在逃，等人实施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控制着中国境内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的2个账户，为其毒品犯罪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10月中旬，凯姆雇佣翻译徐某为其工作，指使徐某到大连市租赁仓库订购轮胎，接收周先生、简祥荣因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另案判处无期徒刑，从广东省运往大连市的藏有222包冰毒的20吨塑料颗粒，并放入仓库，同时告知徐某将委派一名外籍人士处理此批货物。11月19日，凯姆指派谢伦伯格到大连与徐某会合，拟将毒品藏匿在轮胎内胆中走私至澳大利亚。此后，谢伦伯格要求徐某代其购买了用于将毒品与轮胎内胆重新包装的缓期2年执行打电话，要求其帮助另找仓库存放毒品。麦庆祥随后给大连仓储经营商户打电话联系仓库事宜。29号，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谢伦伯格察觉后于12月1日凌晨离开酒店，前往大连机场，准备逃往泰国。周先生等人控制的2个账户多次向简祥荣、麦庆祥等人账户转款，用于相关支出。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物证照片。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审判长在宣告判决时，当庭告知被告人如不服本判决，有权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依法保障了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辩护、翻译等各项权利。开庭前，人民法院